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开始一个新系列，是讲到主比所罗门更大。今日的主题是主的智慧远超所罗门的智慧，他来解答传道书的问题。按人来讲，所罗门的智慧最高，他亦都试过一切，但仍然觉得虚空和暴风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主讲到他比所罗门更大，他解答了传道书里面的问题，将我们带回到他身边，也都使我们明白认识阿爸的心意大业，更加是要我们在当中最有份。主讲的话非同小可，安定在天，世上没有其他人可以学似主这样讲说话，他就是那位真实的，好宝贵他已经来了。啊，真是太宝贵。所罗门虽然有空前绝后在人间那些最劲的智慧，我真的清楚看到所罗门用他这么劲的智慧，但他就未够有从上头来的智慧。你看到人几劲都好，他都是这么说，神从此始终作为他人的心头。他自己呢，他在这里试各样的东西。他做皇帝太劲了，特别他呢，他承受他爸爸为他真的太过丰富到太劲。不单智慧这么劲，他的本钱这么犀利，他个人都相当大的野心好或者什么好，他都是有大的那种的想望。少个人有这么大的所谓 project, 这么多东西。那他为神的殿呢，整神的殿就七年。但是他为自己整个宫殿十三年。但是他都最后结论都是一切都是虚空和暴风。他的智慧很厉害在人间。那些皇帝都想来听他的智慧话。那只有一个特别记载一个示巴女王，就带好多礼物咁嚟啦，佢都系稀奇啊，甚至佢觉得比较佢咗听嘅明星更加劲，佢呢啲智慧，佢有埋啲咧好难答嘅问题，问佢啦。咁你所唔帮佢都答咗我啲问题。谂好宝贵，主喺地上时候佢讲一句话咧，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三十一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。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即相远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咁主讲句话咩呢？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主口好啫，佢系柔和谦卑，但佢讲嘢真系好直，好真诚。你发现主讲啲话咧系好厉害嘅，咁喺地上上。即使人懒接受嘅，厉害到一个地步，但系真的。谂佢话咧，在这里有一人系边个？就佢、是、自己啊！啊，当然佢仲有好多，前面有好多人喺度啊。但系佢讲起佢自己，喂，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啊！咁我觉得好宝贵啦，因为比所罗门更大嘅主咧已经嚟咗。我怕你更加宝贵四福音，论主讲嘅话。今日咧，你睇几简单，你唔使地极嚟，拎起本圣经。而家你有手机里面好多有添啊，实手机嘅好处就系我随身都带住圣经，就系诗歌啊、信息啊各样嘢。我觉得呢个系手机宝贵嘅地方。咁我就冇手机啊，咁但系我都会随身带圣经，咁未必带成本，我有时影印咗啲带住嘅。去边度我都会带住圣经，连跑步啊、上山我都。咁我未必带成大本啦，我会影印咯。咁我太宝贵，主佢亲自嚟到世界上。谂呢位比所罗门更大嘅位咧，佢已经嚟到世界上。咁我想你有机会去谂谂啦，主点样答所罗门嘅问题？所罗门佢喺度试样试嗰样嘢，最后一件件都话啦。
虚空、暴风。大家试下暴风啊，一拿风啊，普宝贵主嚟咗，佢解答我哋人生嘅问题。佢同钉十字架咧，即系解答我哋各方面嘅问题。创造嗰位，佢做我哋，佢梗系知道我哋，佢先至最知道我哋价值。那个创造者、那个源头咧，嚟解答我哋嘅问题，人生问题。我唔单解答咁简单，佢亲自咧用佢自己嚟解释我哋嘅价值同我哋意义噶，同佢喺成个榜样，真系太宝贵。主一生根本就系一个完美嘅人，即系榜样，一个人点应该点生活，佢嚟解释咗你同我嘅价值意义。就将到咧，神从始至终嘅作为打开俾我睇。我觉得咧，我更加深感受到阿爸帮我份嘅嗰个亲情嘅爱，因为咧，佢将佢嘅心意从始至终作为咧，俾我知道佢嘅心意嘅大业啊！你知道地上爸爸咧，好爱嘅仔啊，地上嘅人咧，只能够继承佢嗰啲，或者系。跟住佢做翻嗰行啊，即系承继佢啲，加上因为佢自己都会放手啊，咁佢都想个仔能够负起噶。咁但系有啲仔咧就唔想做爸爸去做嘅嘢。咁但系呢个睇到阿爸嘅心，我觉得好宝贵啦，天父啦，佢真系好想我喺佢嘅心意、佢爱梦啊、佢大愿中啦。我只管用人间话啦，好似佢想我承继。不过佢系唔会死嘅，咁佢真系要我最有份啊！真系，咁特别主喺时代拣选托付我哋，我就都有个新嘅感受，感觉咧主佢系想将我带埋佢身边嘅，佢拣选托付我做乜啊？就是、今日想我翻佢身边，谂佢知道我的心嘅，我应该系可以算做从初信啦，我系想帮主系要喺主嘅内围嘅，嗱你话属于门徒。咁已经好好啊！要主拣选十二门徒，拣选你，但系我唔满足噶，绝对。咁十二门徒中，我哋系嗰三个，就系便羊山上。咁另外咧，客西马尼园都系特别三个帮住一齐。咁三个我都唔满意噶，我三个中我系我系做约翰，佢挨住胸膛度啊，佢都讲佢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嗱，主佢知我心啊，知道我。要喺佢內圍，我先至能夠心滿足。咁我寶貴佢就竟然係真係揀選托付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咧，我覺得簡直太寶貴，人生中。咁同埋咧都幫我太大啦，即係經過咗各種好大嘅難處，好多各種難處，就長期嘅難處，唔止一件嘅難處，夾埋嘅難處啦，長久嘅。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咧特別寶貴嘅。就佢揀咗托付我咧，咁係想將我帶埋佢嘅身邊，想明白佢呢個時代啦，佢要成就嘅，要我幫佢同心就同工，所以好寶貴嘅喺個樓裏面，你嚟到度喺個中間唔係簡單嘅，有主佢各方面嘅安排，你能夠喺個中間要得救咗，直情一開始就喺度。咁有啲喺别处聚会咧，主佢呢个主嘅大恩，我觉得系好宝贵嘅感觉咧。主佢拣托付咧，就成日想将我带埋佢嘅身边。嗱，我盼你都有呢啲感受。另外阿爸方面咧，我感受好真实，佢对我一个亲情嘅爱，佢使我明白佢嘅心意啦，佢嘅大业啊，直到永恒嗰啲啦，佢想我真系好有份啊，因为我系佢个爱子嚟。是最爱的亲孩子，他好想我哋帮他一起啊！阿爸唔会死啊，唔使继承嗰啲啊，就帮佢咧系最深嘅一齐啦，会有份嘅。佢要嘅仔帮佢好埋同埋啦，好同心。盼你都有呢个感受，呢、這个使我感受阿爸嘅爱咧深咗，同埋系好真佢个亲情爱啦。住喺地上嘅时候都可以父嘅事为念，今日佢能够使我哋都以父嘅事为念。嗱，我太保嘅主佢亲自嚟，
其实啲教咧系人去寻找神，咁点寻找都好，都系寻唔到啊！一按人嘅智慧啦，咁所以好多都系错误噶，佢讲嘢都系唔准确噶。嗱，为咗圣经咧，你个身你心服噶，一好合理，系都科学方面咧好劲，圣经就走喺科学前头噶，完全系合理噶。因为呢个宇宙系佢做噶嘛，科学咧研究佢一做嘅嘢，冇可能会冲突噶。如果是个科学公司的冲突，一定是科学错，所谓的科学搞错了有些东西。就算看传道书前面第一章已经好什么了，因为那些东西你很难知道的，那些风怎么转来转去，但是他讲是很对的。另外呢，当事人你对那些蒸汽是怎样两好东西，你第一章那些讲世界上那些整个运作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东西，随时讲错噶，以前嗰啲古籍嗰啲书啦，简直充满错误啦，唔使问。不过你有冇见到圣经话翻版啊？因为有啲错咗好多，即十年有一次新版去改正佢，唔使啊。佢话系要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主话啦，个天地都废去，但主佢讲嘅话点啊？系唔会废去。嗱，佢有讲呢啲话，佢系边个嚟啊？我就未信主之前呢，从来真理同人生事啊，你就听我嗰啲事。讲我先未信主啊，咁有个暑假呢，就我竟然感受啦，我觉得系主佢嘅恩典啊，吸引我去读圣经。因为以前觉得圣经闷㗎，咁但主教我读圣经有啲唔同。其中一样我好记得好清楚啦，读佢话嘅时候呢，加上佢讲嘅话真系太犀利啦。冇人敢讲啊。如果别人讲他讲的话呢，就根本那个人就神经有问题的。你这样讲主讲的东西，如果你讲的时候，如果信你的人都是有问题的。我相信现在没有别人敢讲主的东西。譬如说我是世界光的，跟从我就黑暗里面走。别人这样讲呢，你都知道他有些问题的。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就复活，我就生命，你知道这个人你应该去哪里了，可能你要叫白车。咁主席好劲啊！佢讲嘅嘢，但系佢好真诚，佢系诚实作见证嘅。佢嚟到地上就为真作见证，佢就唔少话自己就系真嚟嘅。任何人讲主讲话不讲，你觉得佢都系神经有问题嘅。但主讲嘅时候咧，你觉得佢系好正常，咁你信佢会信佢噶？如果第二个人讲呢啲啊，你会唔会信佢啊？我问你，嗱，实佢一系就真，一系就系有问题。咁但系你经历咗佢系真嘅，佢嚟咗我不能作什么，佢讲出啲话想住喺我心里边嘅。如果边个人讲呢话咧，我谂你觉得佢有问题。至于普通嘅话咧，已经系冇人敢讲。佢系边个咧？因为佢简直神经厉害，有问题到好大问题。佢一系系真嘅，我当见到佢系真的，就称佢做主啊，同我跟随佢，同我会最爱佢，就知道嗰个真实已经嚟，同佢仲将智慧赐俾我哋。佢讲嘢冇夸大，但系佢又话自己柔和谦卑话。但系同时可以讲出好劲嘅嘢出，咁我读圣经咧，已经系一次次觉得圣经太保守啦。神讲嘢都系好谦和，因为你谂下，这一切佢做嘅好得人惊嘅都。如果系你创造晒所呢度所啲嘢啦，我谂你口气都会好大。我觉得神讲翻佢自己嘅时候咧，系好温和啫。佢温和使我哋伟大，太宝贵啦！呢位比所罗门更大嘅位咧，可以话佢嚟啦，解答传道书嗰啲嘅虚空。佢从日光之上嚟啦，带我哋啦脱离呢个日光之下嘅生活，主将带翻到日光之上，帮佢最深嘅相连，就帮佢嘅心意，太美丽嘅心意相连。